说实话真的是非常激动，刚才在这个球员通道里已经感受到这个大家对我的热情，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去了西班牙这几年大家一直在关注着我，很多时候都是凌晨的比赛一直关注着我，所以非常真的非常高兴，然后今天来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这个新的球场，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在这个球场能够去比赛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在这个球场里共同去庆祝更多的胜利。